北海道回来后，笑笑对方先生就彻底死心了，对爱情也灰心了，和勤奋的交往一直让他很矛盾，有时觉得此人很贴心也有趣，有时又觉得他很情绪化，悲观起来就颓废，兴奋起来就失控，挺大的人了却仍然像个孩子。最让他纠结的是，虽然他努力想让自己爱上勤奋，然而却始终止步于好感。勤奋已经不年轻了，北京话苍孙，苍孙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和笑笑不同，在结婚这件事上，他是希望尽快把生米煮成熟饭。为此他特意选择了慕田峪长城，决定在那里向笑笑正式求婚。你起来，你实在点行吗？你答应我，咱俩先结了，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今年到底多大了？61的嘛。你都61了。61生的。Yeah.